我家里面在翻新那个房子，整那个翻新房子。今天我表弟过来了，然后我老妈在做菜，在炒鸡肉。把这个白菜洗。我说的汉弟啊，来，我说的我汉弟一枪吧，一拍，啥一枪吧，我他妈枪里飞，哈，我汉弟，都他妈我汉弟啥技巧吧，技巧，哎，今天我们俩不用干什么，直接等饭吃了。老板，爸你好，你赶紧把报告忙好是吗？那你上班做。我说的跳完你。乐。那叫交钱不能洗手的。还得按钱。都得加我钱。到九就完了。说的比了，把油关住，那边你不说了去。哎，进去。他对这碗鸡肉虎视眈眈。走，来。我还没来呢。那做六下，我这衣服都干。那拉锅不？这个是虾，上次从水库那边弄回来的，今天就把它做了。我表弟那些虾被鸡给吃了。那个是用鸡。这里面有什么发现人家的